准备好快乐爱与和平的信念，我们准备好解散线路布满敌人的陷阱，也要相信会看到曙光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我们从不畏惧困难，我们要把它攻破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心中不变的信念终实现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我们从不畏惧困难，我们要把它攻破，勇敢向前，勇敢向前，向前，心中不变的信念终实现。上集说到，小羊发现灰太狼的真实身份，灰太狼讨好小羊，却弄巧成拙。喜羊羊为了救灰太狼，故意把它藏起，自己引开追兵，没想到却让灰太狼误会他抛弃自己。羊村守护者之一家团聚。哇，这么多悬赏令！这个究竟是狼还是狗啊？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那它是不是？当然是最新款的啦！这新款的贝斯吉他，好帅气呀！完美，好想好想拥有它。双刀狼和双叉狼吗？没想到我们已经有歌迷了，还很热情，跟悬赏令上一模一样。我们怎么被通缉了？抓住他们！快跑！别跑！你们不追，我们就不跑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会被通缉呢？我抓住你了。什么？你？如果我抓着你，我就有赏金了。那我也抓着你，我也有赏金了。走，我们找狼将军领赏去。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呀。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有空再聊。羊抓不到，万能亲也拿不到，我要把你们送入狼族训练营重新改造。天哪，狼族训练营可是机关重重啊。听说从来没有狼从里面走出来了。我们什么事都可以为您做的，您别送我们去了。对呀对呀。那你们就戴罪立功，把其他狼捉回来。看来要对付小羊，还是要研制终极芯片才行。我们先去捉哪一只呢？快看，灰太狼的悬赏金额刚好购买吉他和贝斯呢。
一定要好好的呀，灰太狼。妈妈，不在这里，爸爸在那边。啊，你见过爸爸？啊？这是我和爸爸的秘密，不可以告诉别人的。嘿嘿，妈妈，我饿了。来吃吧。啊，阿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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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狗狗啊，有狗。狗狗，前面有好吃的。快走！阿切，阿切，这这么快就吃完了？狗狗再见！说什么会帮我，转眼就丢下我。连一个电话也没有，这算什么好朋友？哎，真是的，小灰灰给我的怎么能丢呢？不知道红红跟小灰灰现在怎么样了，好想见见他们。啊，是流星！啊，我希望小灰灰和红红可以平安，可以平安，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谢谢你帮我接住了飞盘。什么飞盘？我跟你说。前面有狼派吃的，我带你去吧。我没兴趣。很好吃的哦。不吃。好吧，有饿的时候去找那个戴王冠的女狼吧。戴王冠的？难道是红红？去看看，可能真的是红红。可我现在是一只被通缉的狗。偷偷去看一眼应该不是问题的。对，就一眼，一定没问题的。灰太狼到底在哪儿？是灰太狼，你跑不掉了。你最喜欢这个盘子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再一起玩一次吧。嘿嘿，嘿，扔得真远呐。对呀，我们也用灰太狼心爱的东西来引他出来呀。好办法。那心爱的东西是什么？羊，用羊引他出来。对呀，你能抓到羊吗？抓不到。大舅公啊，舅公啊。小灰灰好，红太狼好。你们好。妈妈快点走这边，我们先走了。小灰灰慢点。灰太狼最心爱的，不好，快追！追谁呀？灰太狼最心爱的不就是红太狼和小灰灰吗？你说的对，快追！我们要走哪一边呢？是他们呀。阿切，鼻子好痒啊，忘记带纸巾了，难道是那只狗狗又回来了？阿切，阿切，阿切，不能让红红看见我这个样子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妈妈只是阿切，阿切，阿切。妈妈，
想吃面包。小灰灰，面包被刚才的狗狗吃完了。啊，小苹果！啊，是谁？啊，这没人。小灰灰，慢点吃。红红，现在的我只能为你们做这些了。再见了，红红，小灰灰。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终于追上了。你能打赢红太狼吗？把他们绑住就可以了。是谁？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你们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？阿秋，机会来了，这次到我了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！你没……阿切，爸爸！爸爸，你没事吧？傻孩子，这是狗，不是爸爸。狗狗就是爸爸。小灰灰，你爸爸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啊！狗？怎么会是狗呢？一定是搞错了。我的技能太厉害了，等我们换了赏金，你们再慢慢团聚吧，灰太狼。你真的是灰太狼？阿切，阿切，爸爸，灰太狼别跑！灰太狼！抓到你了，可以回去领赏了。住手！除了我以外，谁都不可以欺负灰太狼。红红，给我走，要不然……哼，我和大哥才不怕你呢。大哥，你说，对，靠你了。大哥，别丢下我一个人呐！我们终于一家团聚了。阿切！美羊羊，懒羊羊，沸羊羊，慢羊羊，软绵绵，红太狼，灰太狼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变得更柔软。有什么难题去牵绊，我都不会去心伤，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，是岁月浪琴把我吹拂也当作游戏一场，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飞翔，就算会晒得站立起来永远不会沮丧，在岁月天气拥有教练大笑的力量，岁月我只是羊。